泰国曼谷今天发生了群众示威遭到爆裂物攻击的事件，因此外交部也将泰国的曼谷地区旅游警示灯维持在黄色。但是也再次提醒，近期如果您要到泰国旅游的国人，务必要避开示威群众的集会地点，以维护自身的安全。就提醒您。